为什么这个新型口罩能够轻易胜过数百个抛弃式口罩呢？因为它可以多次重复使用，洗了100次之后依然能够保持极高的抗菌效能。最棒的是，有了它的自体抗菌，就算长时间戴着也不会有异味。不仅如此，它的纯棉材质不止非常舒适，还能减少地球负担，在土壤中自然分解。它就是好姿抗菌口罩。我们采用物理性的触媒技术，在棉布纤维上产生纳米级的微小刺针来抗菌。这种特殊抗菌技术能够长时间保持效力，非常有效地抑制细菌滋生。不含银、铜、锌等有害离子，没有重金属侵害的风险。而在实际测试中，经由 SGS 实验室检测，我们的布料在洗之前得到了超高数值，大于 99.9% 的抗菌效力。就算在清洗了100次之后，依然保持着 99.9% 的高效抗菌水准。优秀的抗菌技术加上舒适的100%亲舒棉是最棒的组合。相比市面上常见的人造纤维材质，好姿的纯棉口罩不会闷热，更加吸汗，别再为长口罩痘而烦恼了。除此之外，棉质材质还能减少环境无法分解的问题。我们的口罩由三层超高抗菌效能的布料结合而成，在中层与内层特别亲肤、柔软且舒适，在滤除细微粉尘的同时还能抗菌。传统的五层口罩是否让你感觉呼吸不顺畅呢？我们的纳米技术只需要三层抗菌力 99% 的布料，就能同时兼顾好的防护效果与透气度，安全又舒适。由鼻梁、鼻头、下巴所组成的三压条专利结构，能对脸部进行更精确的贴合。除了传统的鼻梁压条外，特殊的鼻头压条能为内部创造更大的空间，不再压扁鼻子。而下巴压条可以在对折后沿着脸部曲线密合下巴空隙，以确保口罩能形成全方位包覆，让你安心使用。口罩穿戴方式：推开上下叶之后，务必先对折压出中央线，再戴上口罩，接着根据喜好拉出鼻头压条或从两侧推高，之后再下压鼻梁压条，最后将下巴压条往上密合，形成口罩的微笑曲线。舒适的高弹力耳条让你整天戴着也不会有痛感。由于每个人脸型不同，如果想要更加服帖，可以将下方的松紧带往后拉，让侧边调整到密合，不会像一般口罩包覆性差，侧边漏风造成安全缺口。好姿团队知道做好防护的同时也要重视时尚，因此我们搭配趋势选择了防护流行色，推出个性蓝与专业灰。深色的好姿口罩能让皮肤显色更好，而且布料上的微纹理质感更增添了流行的元素。大、中、小三种尺寸，不管是大人、小孩都能使用。好姿口罩自体抗菌效能强，久戴不容易产生异味，但也别忘了要定时清洗，去除沾附的油脂与口红哦。请使用中性天然肥皂手洗，清洗100次仍有超高效能的抗菌表现，不止亲肤，又能大幅增加防护力。非抛弃式口罩，减少地球负担，安全好口罩，防护好心情，好姿抗菌口罩。